Welcome everyone to the session of the very first opening session of the Global Diaspora Summit. 大家上午好,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上午的开幕式。 我们今天呢, 是今, 这一届的全球移民峰会。 那么首先呢, 有一个给大家的一个惊喜。 我们呢, 首先呢, 会有一个来自于国际移民组织爱尔兰政府的一个 视频发言，我想呢，首先呢，请大家来，听这个视频的发言，然后呢，我们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发言的环节，然后之后呢，我们会有互动提问的环节，那这样我会与大家一起来进行讨论。那现在呢，我们想，欢迎大家，参加这个会议。 那首先呢，我们有一个视频的发言，如果大家希望的话，也可以关上你们的视频，我们先有一个视频的播放。 亲爱的朋友们以及参与者们，欢迎参与到我们这一届的全球移民峰会，我代表了国际移民组织以及呢这个 爱尔兰政府呢，欢迎大家参加这样一个我们今天的全球移民峰会。我们的这个组织呢，我们会涉及到，我们会涉及到几万的这个侨民，以及呢，我们代表呢爱尔兰政府来欢迎大家。我们看到为什么这样一个活动是这样重要呢？ 我们知道呢，就是移民和侨民在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在日内瓦呢召开了国际移民部长级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呢，我们是提到了强调了移民和侨民在国际发展当中的重要的作用。这个在确定全球的这个移民和侨民的日程当中啊，是至关的重要的。 我们看到有规则的、安全的、有序的、正常的移民政策呢，是对于全球的发展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呢，因此呢，应该要提供这样一个框架的行动。这个框架的行动呢，能够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有信任的一个稳定的，那么不仅仅是为 移民和侨民工作提供稳定和支持，同时呢，我们要给予所有的侨民和移民一个很公正的框架，让他们能够发表自己的建议和意见，并且呢，积极的参与。因此呢，我们认为这样的会议对于我们所有的利益攸关者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能够积极的来参与的，也同时呢，也反对像这个人口贩卖以及其他的一些，就是非法的活动。因此呢，我们认为侨民呢，在这个议程当中是非常的重要的。同时呢，在全球疫情的背景下，侨民也面临着各类挑战，并且呢，他们 也在各个领域，包括农业以及其他社会领域发挥着非常积极的作用。认为侨民在目前乌克兰危机当中呢，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看到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国际移民组织呢，是组织了一个关于与乌克兰危机相关的这个 就是精神健康的这个咨询服务，因为呢，在这个对于那些受到影响的人来说，他们不能够给予这些精神领域的健康保障，所以呢，我们呢应该希望呢能够在我们这三天的这样一个会议的过程当中呢，能够更好的分享经验，大家来共同合作，尤其是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与侨民一起来
够在战略上、在政策上、在发展方面，我们能够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呢，更好的来发展合作。我们应该呢，更好的保证我们能够在我们的把将我们的对话呢，能够务实的实施，能够在国家以及国际的这个侨民网络的对话。我们知道呢，只有几周的时间，我们就要进行这个对话。我们应该呢，让侨民的声音能够在这个国际移民组织的会议当中呢，能够凸显出来。我希望呢，能够大家呢，非常的积极的那个参与这样一个对话进程。谢谢大家的参与。好的，非常感谢。我想呢，通过这样的方式欢迎大家来到都柏林，作为国际移民组织的重要的成员，我们认为这个全球侨民峰会是非常重要的，也正在一个非常这个关键的时刻召开。我们要面对这些挑战，我们认为这个全球的合作是非常的关键的。我们在以前呢，可能忽视了一些方面。我们在这些领域，我们应该，在就是不管是自己的国家或者是移民的国家，我们应该能够更加的具有我们的这个坚韧性来保护自己的家庭，并且呢与这个家庭网络或者是其他的网络进行链接。那么这些移民问题呢，通常对这个几代人口都会产生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也看到在乌克兰危机里边，我们看到这些难民他们必须远离自己的家园。我们认为呢，在这个全球侨民机构啊，应该在这个领域发挥积极的作用。我也希望呢，大家呢在未来的几天的会议当中呢，能够受益匪浅，并且呢会议成功。所有的参与者，所有的与会者，亲爱的朋友们，以及所有参与今天会议的人，我们呢想非常高兴的欢迎所有的这个与会代表，能够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呢，我们能够在这个全球侨民的这个社区网络能够连接起来，并且呢不管以管来自于什么地方，来自哪个国家，来个哪个城市，那么今天呢我们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共同的来庆祝我们的这个全球侨民的这样一个这个会议。那么今天呢我们进行的是第一场会议，这个第一场会议我们的重点是从移民数据到侨民数据到侨民的参与。今天呢我来主持这一场会议。那么我会与我的同事是来自于全球不同区域的同事一起来与大家呢就是共商共同探讨这样关于侨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包括共同的来讨论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合作能够更有效的来推动侨民的工作。那么在这样一个工作对于我们来说，能够进一步的确保我们能够有一个成功的一个合作。我想呢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侨民峰会啊，我有首先呢有几点这个具体的一个就是安排。首先呢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会议时间呢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那么我们想要强调的一点呢，就是希望我们今天的所有的与会者以及发言者能够这个准时以及遵守时间的这个安排。我们希望呢今天的这样一个会议呢能够最有效的利用，并且能够是最有效的能够利用好我们的这个
发言的时间。那么今天呢，大家也可以选择六种不同的语言。今天呢，我们也有六种语言的这个翻译。所以呢，大家呢可以选择你们想要听的语言。但也希望呢，所有的发言者能够在发言的时候尽量的，就是发言清楚，保证我们的翻译呢能够非常有效的、准确的工作。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参与者呢能够遵守我们的这个网络会议的一些这个发言的这个规则，就是除了这个发言者，其他的人呢关闭你们的麦克。我想呢，我们有是一个互动的环节，我们有这个发言的嘉宾，但同时呢，我们也会有这个互动的环节。我们希望能够参与者能够进行提问和参与，大家呢可以在这个聊天栏域呢能够提问发言。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在聊天区提出。我们呢会尽量的能够保证你的在聊天区提出的问题呢，我们会得以给予解答。同时呢，除了聊天以外呢，如果大家呢想要用这个语音发言的话呢，可以呢举手。那么你只需要这个举手的话呢，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呢会安排这个发言的这个时间。好的，那么刚才呢是一些具体的安排，现在呢我们进入到我们会议的议程的这个正题。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第一场的这个主题呢是全球侨民峰会的主题，是从侨民数据到侨民参与。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是一个我也非常这个我们大家都非常积极的参与的这样一个议题呢，已经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呢，我们已经呢是充分的来关注到这样一个移民的参与的工作。特别是在跟国际组织合作的时候，有很多的倡议啊，很多的举措呀，就是在侨民这方面，比如说如何更好的理解他们的构成、他们的特点。但是同时呢，我们往前走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啊，他们的变革性的变化，在我们的社会所发生的变革，我所说的呢就是数字化，以及非常多的这个数据，比如说在这个互联网上、在社交网络上等等的数据。今天我们也要谈一下一些从这个传统的这个来源呀摄取数据的这种方式。但是呢，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背景呀，其实有很多很多复杂性，也就是说有很多呢不是传统的这种方式能够应对的，有许多呢就谈到为什么这个问题，或者说什么的问题，也就是 why and what， 也就是说啊，就是怎么样来使用这些数据，使得这些数据呢更加的有用。今天的这个目标啊，或者是宗旨呢，也就是说怎么样跟这个侨民呀更加的能够互动。今天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场会议的情况。我们呢今天呀是由两个政府联合主持的，一个呢是黑山，一个是亚美尼亚政府。我们呢有两个政府的代表来参加我们的会议，他们呢来同时联席主持这场会，所以呢他们要发下言。然后呢我们就有一个主旨发言是由我们的同事来进行的，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会呢比较特殊，因为呀这是一个非常新的一种方式，也就是一个工具箱。我们自己就是，也就是我自己参与的，也就是怎么样进行这个侨民研究，这个呢是非常让人振奋的。我们已经从事一两年的工作了，在这方面的这个研究呀，我相信呀我们的主旨发言人呢肯定会说到这一点的。然后呢我们就来听一下侨民组织的声音，
他。然后我先当然会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同事啊，然后最后呢就是一个互动性的讨论。刚才我已经说了，我们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大家的声音。那么我们就不浪费时间了，我们首先来进行嘉宾讨论。今天的嘉宾呀，首先呢是请我们黑山的同事。黑山 Montenegro Melissa Radochitici， 他呢是一个侨民，这个黑山这个侨民管理的这个独立顾问 Melissa， 非常高兴你今天到这儿来参加我们的会议，我们呀对您的这个经验呀是非常的赞赏的。我们看到啊，黑山政府所做的努力，还有您自己所做的努力，我们是非常赞赏的，所以我非常高兴。在这看到您，非常高兴听取您的经验。另外呢，您呢发起了一系列的举措，也就是说怎么样跟这个黑山的这个侨民呀更加互动。另外呢，您的背景呀也是非常让人振奋的哦。好，现在呢请您发言，您就说几句吧，就是您对于您各国政府的工作是怎么看的，还有呢在全球的这个侨民峰会这个方面又是怎么回事。好，谢谢 Marina， 谢谢您刚才的溢美之词。好，大家好，首先呀，我代表黑山的这个侨民机构，我向大家问好。我们的这些个侨民呀，当然了，包括这个黑山的这个侨民呀，都是非常的特殊的。他们呢，我们的这种关系呀，是感情上的关系，但是呢，也有需求上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保留他们的独特性？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项目？同时呢，要把，也就是说，要充分的发挥他们的各种潜力，也让他们融入相关的国家。侨民呢需求不多，但是同时呢他们呢是有很大的期待的，比如说他们自己对于他们母国呢有一定的这个思念。非常遗憾的是啊，第二代第三代呢基本上呢就已经失去了他们母国的这些个一些传统。他们呢是非常的愿意融入这个他们的接受国。当然了，在黑山呀，我们对于侨民工作是非常的重视的。比如说因为我们国家是一个非常高度移民的国家，我们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跟侨民进行合作。我们呢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就是加强跟他们的合作，采取的是最高的标准和其他国家的最佳实践。这个呢也就是我们的这方面的第一个法律是2015年的时候通过的。这个呢主要就是从那些高度移民的国家所借鉴来的。虽然说黑山的侨民呀是非常复杂的，黑山呢我们目前呢有很多的这些个数据。我们的侨民啊应该说是遍布全世界，它的结构呢也是非常的不均衡的。这个呢也就使得问题啊，特别是获得这个非常精准信息的这个行动呢比较复杂了。那么我们的黑山的侨民部呢就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特别是一些记录方面的工作，也就是在对侨民的各方面情况进行登记和记录，包括他们的这个数量啊，包括他们的职业啊等等，还有啊在某些国家的这个密集度啊等等。另外呢我们呢也采取了相应的应用软件，这些应用软件呢就记录了这些个信息。另外呢还有一些相关的问题，这些数据的可及性啊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改善协调方面，特别是在这个侨民的这个接受国以及他们的祖国之间进行协调的这个问题上，这些数据非常的重要。
以及呀、对于相关的国家做出贡献这方面。另外呢，我想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应用软件的这个开发呀，是跟这个黑山的侨民部以及马其顿的相关部门以及呀侨民界共同开发的，为了扩大我们的数据库，我们专门有相关的这个一个项目，也就是几年前开发的专门收集数据，特别是文化呀，这文化呀、体育呀，以及这个医疗保健呀等等这些方面，也就是包括这个移民的所有的相关信息，这个呢也更有助于我们跟他们进行互动。这个数据库啊，我们现在继续在进行更新，只能由这个侨民部门来进入，就是为了从事一些经验的交流和一些项目的这个交流。它的这个协调呢，完全是由相关的主管部门来进行的。这个呢，另外呢，还有我们的一些外交使团获得相关的这个信息啊，是可以来自一些协会或者说是一些侨民个人。我们想要强调的呢是，也就是在发展项目这方面呀，跟侨民的合作方面呀，我们有相关的这个项目，特别是这个全球侨民网络，那是去年发起的。我们的理念呢，就是通过这个项目，我们呢是针对所有的社会领域，我们把任何这个感兴趣的这个人呀，或者说相关的机制啊，都联络起来。现在呢，我们已经形成了这个相关的这个俱乐部，就是这些俱乐部呢，也就是尽量的综合全球相关侨民的技术啊、技能啊、知识、文化呀等等。Given the size of the Montenegro,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黑山的这个项目，我只想说呀，在这个黑山呢，因为侨民这个社团非常的大，我们现在呢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跟他们沟通。但是我们的经验显示啊，大部分的侨民啊，其实都没有参与相关组织或者协会的工作。And this is expected, given the... 这个呢，我们已经想到了。虽然说这个城市，虽然说有的时候呢，他们距离非常的近，所以呢，我们要打造更多的这个平台，也就是让政府跟他们进行沟通。继续进行沟通呢，就是为了能够更多的跟侨民进行互动，同时呢，我们的这种合作呀，也是加强这些侨民跟相关组织的直接的联系、直接的沟通。这个呢是我们国家的工作重点。此外呀，我们除了继续跟他们进行沟通之外呢，我们的这些一个项目呢还要也会加强侨民之间的沟通和合作。这个呢也是可以推动他们积极的参与我们相关的项目。我们那些发展中国家，对不起，发达国家的这些相关侨民工作的经验，对我们是很有借鉴作用的。To institutions in the home country, 我们那gatherings, 当然他们我们举办相关的一些个活动啊，一些研讨会啊等等，就是为了进行建设性的合作、交流相关的这个经验。Establishing such a system.我们就是设置了这样的系统之后啊，我们主要呢是，我们同时呢也加强跟这个侨民的祖国之间的这种关系，也是为了给他们更多的这个认同感。我们最后的结论呢，就是说成功的这个合作和这个融入啊，最重要的呢就是要积极的跟这些侨民要进行互动，同时呢积极的满足他们的需求。有一些国家呀，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他们要借鉴这个发达国家的经验，要找到自己的这个战略，要符合各国家的利益，要把这个侨民啊纳入到他们的战略伙伴当中。那
especially the creation of new ones in cooperation with diaspora, state institutions, local governments, but also all interested organizations. 侨民的这种合作呀，不仅包括不仅包括我们国家的政府，还有地方的政府，还有全球的相关机制，就是为了继续的促进跟侨民的互动。对不起，声音掉线了。Sorry, Melissa, there was. 对不起 ，Melissa， 有一个与会者呀。刚才他发了言，所以呢就造成两个声音哈，您可以继续了。Marina, sorry, I finished. Oh, that was. 他说 Marina， 我已经说完了啊，您说完了啊。是啊，刚才呢是有一点干扰。好，谢谢谢谢。这个呢需要大家呀都要知道把麦克风哇关掉，就是否则的话就会有回音。好，谢谢梅丽兹，我呢非常认真的听了您的发言，其中您谈到的一点非常重要的一些方面哈，对于我自己来说啊，因为呢我一直都在跟侨民进行致力于侨民方的工作，您所谈到的一些就是没有符合的期待呀，我觉得这一点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呢一直呢在整个的这个峰会当中，我们可能一再的会谈到这个问题哈，不仅仅通过数据方面，确实有点非常重要。我们跟侨民打交道的时候啊，刚才您已经说了，这我们这些呢，而且就是说他们呢不一定都是一些组织，他们就是一些个人，他们有他们的家庭，他们有自己的这个工作呀等等，那么如果你跟他们打交道的话呢，就一定要有一定的延续性，也就是说我们呢确实要尽量的符合他们的期待。那确实还有一点也比较有意思的呢，就是您谈到的这个数据库哈，这个数据库啊进入到具体的一些个行业或者具体的一些机构的话，这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呢他您也谈到了一些个技术哈，比如说收集数据收集信息的这些个技术啊等等，非常非常好的一些经验。好，谢谢谢谢您的经验。现在呢我们进入到下面一个发言，是来自罗马尼亚的，就是 Nicolas Tabician 先生。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有西班牙语的这个翻译啊，如果需要的是 Nicolas 先生呢，是一个关于移民事务的这个咨询专家，那么同时呢也是来自于这个研究型大学的这个专家呢，我们今天呢所在线的这个发言的专家呢，已经呢就是这个尼克拉斯先生呢也曾经在布鲁塞尔工作，那么他同时呢也非常积极的参与了关于移民的工作政策以及在政府方面的一些这个移民工作，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关于民间社团的工作他也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包括民间的战略以及关于欧洲的这个民间社区的这样一个网络工作。我相信呢尼克拉斯先生呢在这个领域有着非常多的这个丰富的经验，有着长期的经验。那么现在呢我们就非常专注的来听取一下啊尼克拉斯的发言。好的，非常感谢玛利亚的这个介绍。我们非常感谢呢就是国际移民组织呢给予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同时呢我也在这个全球侨民峰会上的这个领导和组织的工作。我想呢我们呢我们在过去的这些一段时间已经就是相互的学习啊，已经学习到了很多的内容，我们也非常感谢。我想呢在我进入正题之前呢
我也想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侨民工作的组织，然后呢我想要介绍一下我们关于侨民数据以及参与方面所做的一些工作，并且呢我们在这个领域呢所取得的这个首先呢我们想介绍一下亚美尼亚，亚美尼亚我们大概300万的人口，我们实际上在国外的海外的人口啊是远远大于我们在国内的人口，应该有700万到1000万的这个人口。所以呢我们看到在所有的我们的这个前面呢就是Marina 也说到了就是黑山的这个情况，我们在中东，在这个北非，我们在北美等等，我们在全球各地的这种海外的侨民啊是非常的多。所以呢对于这个亚美尼亚来说呢，我们以前呢是在前苏联的这个背景下，那么现在呢进入到这个共和国，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共和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之后呢，我们的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背景啊，就是如果我们来谈我们的移民政策的话呢，我们要看一下我们国家的这样一个背景。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在以往的以前呢我们是没有这个侨民参与的这样一个政策，是缺乏的。那么在最近几年呢我们因为国家呢所面临的一些这个困难，我们的这个人口呢也是在发生的变化。比如说我们看到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机场就是由这个其他国家的支持，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亚美尼亚的侨民来说呢，我们包括有意大利的支持，还有其他的国家的支持，我们能够看到在我们的这个信息技术方面，我们所有的这个信息技术的角度我们也是积极的这个参与。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侨民的工作来说是越来越多的发挥着其巨大的潜力。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领域我们脑尽多尽量的来吸引一些职业的这个侨民来，我们的侨民也来自于荷兰等等其他的国家，现在呢有包括乌克兰的侨民，我们也非常的这个鼓动呢，就是一些企业家，移民侨民企业家。当然我们相信呢这个数据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能够有关于侨民的这些数据以及识别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如果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些数据来说，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应该呢更好的来充分的应用这个侨民的作用，在商业领域，在投资领域，在社会以及正义的这些领域。因此呢我们应该建立一些这个发展的路径，让能够有一些清晰的指标来让我们推动这些工作。比如说我们每年呢大概有10000左右的这个侨民呢，他们呢是获得或者是重新获得我们的国籍。但是我们也知道呢就是这些数据啊，当然呢这些数据还需要更新，但是我们另一方面呢也看到大概有差不多20亿的这个
经济的 GDP 的发展的贡献，还有一些是关于慈善的 工作。我们当然呢不能够很容易的去把这些所有的工作量化，用数据来量化。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应该设计一些去关于侨民对于这个非经济领域的这个贡献呢，应该也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政策。我们相信这个侨民是来自于全球各部不同的国家和领域，他们呢对于经济对于社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呢我们看到这些个指标呢对于我们所有的领域所有的国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有一些正确的政策来指引。我也相信在这个领域呢我们也取得了很好的工作的进展。因此呢我们要看到就是对于侨民工作来说，我们要对于侨民他们的影响做出评估，同时呢我们也要看一下这个工作的有效性，我们要有一个更好的评估。我们也看到对于我们的这个侨民来说呢，我们应该要充分的认识到他们在长期的一个影响和作用。那么关于国际移民组织呢，他们进行了一些研究，那么这个研究表明呢，就是亚美尼亚的人们的这个背景啊，从一些大数据的背景来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不仅仅是从地理的一些因素，同时也包括他们的职业背景，他们的专业职业，我们用这些数据来更好的对于比如说对于经济对于区域或者是经济领域来做出贡献。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些领域对于一个就是个人的或者是他们职业背景的我们能够更好的做出这些关于这个侨民的这个映射分析。因此呢我们能够更有效的来够掌握这些信息，并且呢去与他们取得联系。因此呢这个领域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办公室呢也在这个里面做出了很多的工作，比如说建立这个侨民的这个网络，这些侨民的网络能够更好的涉及到并且是动员他们，并且是激励他们来更好的来参与到社会和经济工作当中。因此呢我们在这个领域有很多的知识，我们也掌握了很多的信息。当然呢我们要把这些数据网络呢能够不断的更新，并且呢能够保证我们能够比如说有合适的机构，我们能够联络到这个正确的这个对象。因此呢也就是总结来说呢，我们在这个方面呢有着非常多的经验。那么当然呢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多的能够与其他的同事来学习，我们也希望听到其他的参与者以及这个发言专家他们的这个经验。如果还有一分钟的时间的话，我可以呢就是还做一个结语。我相信呢我们这个领域呢当然有着很多的复杂性，尤其是数据的情况。因此呢对于这个量化的数据啊，当然是有着一定的复杂性的。我们也希望有一个质化的一些这个数据呢能够来补充我们的这些信息。好的，谢谢。好，谢谢 Nicholas 的发言。那么就是一方面呢就是谈到了这个数据的收集以及数据的更新，我们认为呢这是一个非常创新的一个领域，这是非常重要的，能够识别或者是我们有一个枢纽的中心啊，能够收集这些侨民的信息，他们的背景。因此呢
在这些领域一方面呢也谈到了这个数据的质量有一个强调了这个量化的分析然后我也非常欣赏你所介绍的你们的国家就是我也相信你所介绍的关于这个侨民的工作以及他们的这个紧密的联系和这个网络我想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介绍啊就是从政府的角度从民间社会的角度能够进一步的来推动这个侨民的工作与合作以及他们的这个质量以及政府的工作我们需要采用的工具等等非常感谢你的分享这是一个很好的能够令人激动的这样一个介绍我想呢你也提到了关于数据的这个质量过去是我们说的是我们说这个数据啊不仅仅是说测量量化的这个数据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接下来我相信我们的接下来的下一个发言者他应该呢会也在这方面呢做出很多的这个贡献就是 Michela Van Loren我相信呢他的发言呢会给大家呢就是有很多非常有意义的这个补充他会谈到这个数据的分析等等这些领域我们想还有一些呢就是国家的一些政策的倡议和一些不同的项目我想呢 Michela 我相信呢你会给我们带头非常有益的信息我也相信我们非常期待你的发言比如说而且呢就是这个数据啊为什么如此的重要好的非常感谢谢谢你的非常这个友好的这个介绍我也想感谢所有的人能够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来给大家来分享我们的这个经验我也想呢关于这个移民侨民的数据啊我想能够有一些创意性的一些方法我想呢我能够来分享一下屏幕这样我有一个就是 PPT 的介绍我想呢前面呢主持人呢提到了就是我们要谈到一下关于侨民数据呢作为一个可持续的侨民的参与的这样一个工具我们在过去的十多年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个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呢我们在这个领域呢是非常理解到这个意义工作是非常有意义非常重要的特别是要负责的翻译这个数据啊一些行政啊把它们诉出政策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让人兴奋的我有一定的机会啊今天可以来谈一下我的两个方面的关注的重点一个呢就是这个数据和这个侨民就像许多的这个研究者一样我等于说啊有的时候我的最大的困难呢也就是说数据的这种足够性大家都知道啊其实呢也of color, usually yellow. 就是我们说有一种花哈，叫做水仙花哈。我们呢是尽量的想要把它纳入到我们的这个自然项目当中哈，也就是水仙花，大家都知道，它呢其实就是象征了这个侨民。从这儿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图像呢我们经常看到，我们收到侨民的时候就经常看到这个图像，也就是水仙花。它呢就是这个样子也就是说呀它的这个花粉呀可以被传到这个只要风一来就可以传到很多地方也就是说呢我们都知道水仙花是侨民的代表这一点呀对我们来说是很有启发性的就是作为政策制定者哈或者政策顾问或者说设计者在侨民政策方面哈我们呢有这要把这个比喻呀记住当然了园丁啊或者园艺学家呢要知道啊他们呢怎么样制定这种长期的景观那么数据呢也就是这种所谓的长期的园艺学的这么一个战略很相似大家都知道你的这个长期的战略是什么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来收集信息的
我们的角色哈，也就是我作为这个侨民的这个园丁，我们跟这个自然的这个园丁是不一样的。我们要知道啊，到底哪些是我们针对的侨民，他们呢有什么样的经验，他们是什么样的身份，他们面临着什么样的限制，他们呢对于发展可以带来什么样的限制，不管是在他们的祖国还是在他们的居住国。同有一些侨民呀，也我们也知道啊，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之一呢，就是说要知道我们怎么样来最佳的培育一种最佳的环境，最佳的培育一种环境，能够使得这个侨民呀繁荣昌盛，也就是说怎么样帮助他们克服障碍。那么数据呀对我们的帮助呢，就是说我们可以了解侨民的特点，另外呢他们需要繁荣昌盛的条件是什么，这就是数据的作用。那么作为学术者，我也有一定的优势，就是说我们呢可以超出，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思维范围呢可以非常的广泛。我呢现在要跟大家说一下，想建议一下哈，我们呢觉得这个可持续的侨民互动啊，数据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打造这种结构良好的一些行动方式，也就是说跟侨民啊打造这种沟通和信任，这是一种长期的，同时呢它也可以打造一些对话。我呢刚才已经说过了，我呢有很大的这个机会，那也就是说参与了一个所谓的这个侨民归纳工具，这个呢是 IOM 昨天才发起的。这个工具箱啊，主要就是为就也就是承认了我们现在所生存的这个世界啊，数据量是极大的。那么我们呢每一天的这些个活动呢都能够产生很多的这个数据，但是这个数据呢有很多数据是可以被很良好的使用的，比如说我们在线上所进行的搜索，我们新的这些个资源呀，特别是针对跟祖国相关的这些个资源呀，其实完全呢就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关于侨民的这些个经验。但是呢比较讽刺的呢就是说现在那使用的数据越来越难了，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不是所有的数据都是平等的，有的时候呢我们也要花很多的精力来区分高质量的数据和这个低质量的这个数据，我们要打造一定的工具和系统来制造这种高质量的数据。所以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归纳工具箱，侨民归纳工具箱，也就是来收集数据，也就是跟这个侨民更加相关的一些个数据，我们收集这些数据呀可以更加的系统化，使用的这些工具或者说程序来帮助我们打造一些信息，收集一些信息，特别是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国家。所以这个侨民归纳工具呀是一个很好的资源，它主要是三个不同的方面，它可以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能够用这些数据达到什么，同时呢我们需要遵循什么样的步骤和程序，另外呢什么样的工具可以来帮助我们打造系统性的这种数据收集方式。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啊，就是说所谓的一步一步的指南分布的这个指南，我们可以想象啊，它呢就有一点像一个鹰，一只鹰的这个眼睛哈、啊，这个鹰的这个眼睛呢，也不管是针对这个政策的这个设计者啊，还是这个制定者，还是实施者，都是要照顾到的。其中第一个方面呢，也就是让这个用户啊，对这个所谓侨民的这个归纳呀进行理念化。比如说您的这种归纳是要达到什么样的这个宗旨，还有你要研究的人是什么，
另外呢，我们在这个规划当中啊，要做些什么？第二个方面呀，就是我们的这个分布指南的这个观点呢，这个第二个方面呢，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收集数据，这个呢是针对一些个收集数据的一些方式方法呀等等，还有相关的这个研究，它呢也就是鼓励用户者呀，我们使用什么样最合适的这个工具，最合适的方法来收集侨民的这个数据。因为呢过去，也就是说因为呢这个侨民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这个群体，另外呢我们呢跟这个侨民呀怎么样打造信任，另外呢他也鼓励用户啊，也就是说他们呀要做出决定，就是说到底是谁在研究这侨民，他们有什么，比如说在这个外联这个方面和宣传这一方面，同时呢他也鼓励用户啊，就是怎么样在不同的这个宗旨，不同的这个工具之间怎么样进行协调。好，最后一个方面呀，也就是鼓励用户来考虑怎么样来分析这些资源，那么分，也就是说他们怎么样来负责任的把这些信息呀向不同的这个受益者或者不同的这个利益官方进行传达。第二个方面，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工具箱第二个方面呢，也就是要给出具体的工具，就是一系列的指标或者一系列的问题，来收集更加标准化的并且可以扩大使用的这些相关数据。主要有两个方面，就是在这些指标以及问题当中，一个呢就是核心模式和这个专门模式。我们说的这个核心模式啊，主要是一些基本的问题，就是针对侨民的基本的问题，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使这种侨民情况归纳的更加的有意义，比如说他们怎么样界定自己呀等等。第二个方面呀，也就是客观和具体的模式，这个呢针对不同的这个侨民的方面，侨民资本，第一个呢就是资金方面的这个资本，也就是经济资本，比如说他们的一些个他们所经营的一些业务啊等等。第二个方面呢是人力资本，也就是教育知识技能等等，以及呀在这个他们国家他们的这个祖国或者他们居住国进行投资的能力。第二个方面呢是文化资本，也就是他们的这个归属感。好，最后一点，一个方面呢也就是针对这个社会资本，也就是跨国的这个网络。好，这些个指标啊和问题啊是非常的容易使用的，可以让用户啊理解他们怎么样来使用数据，不管是使用这个量化的还是定量的还是定性的这种方式。第二个方面呀，也就是说怎么样使用不同的这个方法，比如说调查的这个方面，或者说问卷的这个调查的方式或者问卷的方式，也就是比如说这个谷歌的这个分析工具啊等等，或者说相关的这个统计数据。那么在我们制定这个工具箱的时候啊，我的同事呢有一定的机会走访了不同的参与方，在讨论当中啊，也就是在这个侨民情况归纳的方面的经验呀，他谈到啊，就是有些同事谈到啊，其实侨民呢是非常愿意跟人交谈的，也就是他谈到了数据收集的这种重要性，因为这个数据啊完全是可以给我们的这种互动啊带来的一
是一种非常有结构性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呢当然要考虑的呢，也就是说我们怎么要采取，要我们要收集什么样的信息，我们怎么样的打造最佳的这个环境来促进侨民的这个发展等等。好，谢谢大家听我发言，我是希望啊大家能够从我的发言当中受到一定的启发，我是非常的期待着继续跟大家进行讨论。是的是的，感谢感谢啊米凯勒，我非常的喜欢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比喻哈，就是跟园丁的这个比喻，或者说园艺工作者啊，您刚才选择了一个花，我们呢把这个花呢选作我们这个峰会的这个标志，但是呢您刚才也说了它也是侨民的象征，这个呢也就显示了在这个领域工作的复杂性，也就是说因为全球的这个侨民啊到处都有，同时呢他们也是非常不同的，他们不同的特点，如果我们谈到这个研究者的这个角度的话呢，他们更关注的就是怎么样收集数据，非常非常有意思，谢谢您第一次跟我们说了一下你们所做的这个工具箱，所开发的这个工具箱，我是希望呀大家呢能够都看到在这个聊天室所发出的这个链接，它有很多很多页，但是呢它真是非常的全面，我有很多很多实实在在的建议，并且呢主要是他们的基础呢是非常长久的经验，并且是跟许多组织合作的这个结果。好，刚才您谈到您的最后一句啊，就是说侨民呢他们呢不是说想被人议论，而是想被人，而是想跟人交谈，确实确实他们呀是希望跟人交谈的哈。现在呢我们又回到亚美尼亚哈，来跟大家说一下他们怎么跟这个侨民进行互动的哈。这个呢是以这个 Vatam 啊，非常高兴啊您参加我们的会议啊，我们呢确实我们呢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呢就是说最后啊我们所做这个工作呢一定要有实际的意义，也就是说要产生具体的结果，我相信啊您有很多的一个信息，很多的这个建议给我们，谢谢谢谢。好，So let me share the screen first. 现在呢，请让我来分享我的视频。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亚美尼亚关于侨民工作的参与，从数据到行动。我们看到关于这个 Repact 亚美尼亚的基金啊，我们作为是作为一个机构呢，我们是重点的放在于这个我们的在100个国家的这个工作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非常多的这样一个，我们是基督教的一个社区。我们前面呢也提到了这个亚美尼亚呢这个侨民的数量是非常的大，我们有居住在不同的国家，整个侨民的机构啊，整个有30000多个机构，1000多所学校，200个教堂等等。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的这个侨民的数量是非常大的，他们是居住在不同的国家，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等，就是都是在我们的，可以说呢，就是大概有800万的人口，他们居住在100个国家左右，整个呢，他们就是这些侨民来说呢，他们的一方面有这个传统的母语，也有呢就是他们所居住的这个社区的这个语言，整个对于我们的这个侨民来说呢，他们呢总会有比如说两种方言，
那大部分的这个就是他们所说的语言包括英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俄语这个是我们大部分的这些侨民那么通常来说他们会说母语或者是以及其外一个语言我们有1000多所这个侨民的学校200多个侨民的教堂以及200多个侨民的媒体这些呢就是都是以这个侨民为中心的他们可以说到呢就覆盖的这个区域是非常广的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对于亚美尼亚来说其中呢看到这个现实的情况呢是有侨民呢应该更多的要参与我们也面临着一些的挑战在这个方面呢我们也应该充分的看到这一些情况那么我们要说到这个我们这个 Repact 亚美尼亚的这个机构呢我们是在2012年成立的那么我们从我们的这个工作来看呢现在我们的这个社区的这个成员啊到2022年呢是有12000多名这个亚美尼亚的这个侨民那么从这个侨民的这个回国的申请的话我们是有每年大概有850个申请并且呢是进行这种融合的这个支持从我们网站的这个访问者来说呢在2018年呢是有这个38万多的这个访问者从这个照片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这个亚美尼亚的这个论坛海外论坛的这个参与者我们有800多名海外的这个参与者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项目的话是有很多的关注那么另外从我们的分析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侨民的参与我们呢进行来这个他们的这个影响分析如果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参与的这个影响首先呢对于这个影响的高影响高分析的这个领域高风险的这个领域呢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所有的这个区域的来说包括机构的参与包括游说以及国际的影响那么从这个中等的这个影响以及风险的角度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创新领域技能领域投资领域以及呢这个出口的促进那么低的领域是从就是还有这个福利旅游那么最多的最高的这个高风险的领域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他们的侨民的返回以及机构参与以及呢游说以及国际的影响这个是在最高的这样一个领域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个领域我们应该更多的建立信任并且呢能够建立这个信任呢这是最为重要的对于侨民的这种机构的参与和发展来说信任是最关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应该呢更好的来提升呢他们的这种准备的程度更好的能够我们做好这个权力的分配这样能够使他们能够有更好的准备好参与和在这个领域呢这个机构的发展不管是在这个公共部门还是私营部门来说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呢就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有一个整合的日程和优先的领域我们能够更好的来关注侨民的参与因此呢我们要有一个覆盖的领域然后呢就是这个沟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有一个很有益的一个框架我们能够有这些
覆盖的这些战略能够进行有让他们有效的来进行参与。我们应该不仅仅是收集相关的数据，而且是呢要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评估。我们这样才能够保证呢这个就是侨民能够积极的参与。那么现在呢我也想分析一下这个机构的这样一个框架。那么这个机构的框架上面来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对于一个国家和机构来说，如何更加有效的让侨民来进行参与？我们提出了五种不同的机构，这个机构就五种机构的类型。然后呢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这个机构的这个框架，包括影响可持续性，他们的可调节性等等。我们可以看到呢，从这样一个角度上呢，能够更好的来收集数据，来更好的保证机构的参与，有效的来让侨民进行参与。从这个表格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说它的影响会更高。当然呢，我们不是说在一个国家它只是某一种类型的机构来参与，而是有不同的类型的机构来参与。我们能够让不同的就更好的实现一个可持续性发展的结果。比如说要有更多的这种专业人士的参与，有调节性可持续性产生的影响，然后呢进一步的推出以侨民的这个工作，还有对于侨民的这种溢出覆盖。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国家和侨民之间的这个相互关系是非常的一个双向的互动的这样一个历程。所以呢我们也提出了一系列的这个建议啊，这些建议的话我们要更好的发展一种可持续性的一个发展的关系。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有效的一个侨民的工作。所以呢我们应该建立一种能够尽量的让侨民参与的这样一个政策。我们要明确优先的重点的领域，然后呢就是要明确我们的各自的优先领域。第三点的话是建立信任，要有一个很好的听取的这个技能。我们应该保证呢那个移民的工作和他们的机构能够参与政策的发展以及决策。我们呢要应该建立起这种信任，并且呢明确的知道有一个很好的沟通。这种沟通的话应该是双向的，我们能够建立一个良好的信任的环境和机动，能够尽量的让侨民以及他们的机构参与到政策的发展以及决策。我们要了解我们应该呢怎么样去更有效的让侨民积极的参与，知道他们的想法，相互学习。不要认为就是你自己就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呢要听取其他的人的意见，相互学习，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呢要不断的采用一些创新的一些想法。我们相信呢在80%的这些解决方案的话，我们都应该有一些创意，不应该用传统的思维。因此呢我们相信呢，包括我们今天的话，我们所有的移民和侨民能够积极的参与，让他们成为这个所有的成功的这个移民工作的这样一个很好的合作的渠道。不管是一个公共的机构还是一个私营的部门来说，我们认为呢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呢给移民今天就提供应有的支持，能够保证他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这个侨民。好，我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好的，非常谢谢 Vatan 的介绍。 Vatan 你给了一个非常综合的一个视角，这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建议，同时呢，确实也是能够如何更好的保障啊，这个成功的侨民。我想呢，在如果我们要看一下今天来说，它可以是不同的含义，在不同的领域，我们可以谈到，比如说学校，我们也谈到了在这些领域，这个议题呀，是它的综合性是非常强的，涉及了面很广。那么的确，它是根据我们的这个目标。但是我总的来说是非常欣赏你所提到的这些视角，怎么样去更好的让我这个侨民来积极的参与，而且在什么样的时候，在什么样的领域进行参与。总的来说呢，这些呢也包括第一代侨民、第二代侨民他们的这个积极的参与，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在不同的这个就是第几代的这个移民，他们的这个风格，他们关注的领域，都会有一些不同。我想这些领域都会有着很多的领域来进行参与。我想呢，但是希望有我们还有更多的问题，但是我也有一个时间的挑战，因为下一场的会议呢是在七分钟以后开始，因此呢，我们希望能够有这个时间的有效性。能够抓紧时间。好的，我想呢 ，Vasan， 如果你不离开的话，我们这里呢，待会儿可能还可以呢回答问题。我想问的这个问题呢，是来自于 Evina。那么你提到了一个，就是与这个移民的共同创造，与这个。就是你所说的共同创造的指的是什么？好的，这个理念呢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倡议。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比如说，如果国家有相关的这个项目，它要推动相关的一些个项目的话，哈，就是因为有不同的这个侨民组织，就可以。跟他这些个组织啊，就可以充分的利用国家的这个外联能力，跟其他不同的这个侨民组织啊，建立一定的联系。当然了，我们所说的这些，也就是说，这些项目啊，要让这个侨民集团要充分的参与。这个呢，可以通过提高参与者数量的方式，或者说。提高这个侨民机构的能力啊等等，我那差不多就只说这么多了，我知道您时间有限，谢谢。好，也就是说啊，要一起来做，我们确实是有一些个项目啊，不仅仅是坐在一间房子里啊，也就是说我们呢要跟这个前沿人员进行合作，确实啊，他们的这个大家的这种合作呢能够加强互相的理解。也就是说在政府这个方面啊，有一些的机构呢是已经有相关的这个机构了，或者说哪些机构要发生一些变化呀等等啊，这些呢可能政府这个层面呢更加看得更加清楚一些。是的，好，谢谢。现在啊，我想再利用这个剩下的这个时间呀，让这个观众来参与。 Vadam Bavda 是阿尔及利亚的哈，我们呢在聊天室呢也有一些问题。 Vadam， 您想不想打开麦克风，或者说把这个视频打开，您是有什么意见还是有问题？我只是有个意见，我只是想说呀，我呢是想要说一下刚才大家已经谈到的哈，就是这个数据的重要性。这个呢其实对在阿尔及利亚至少呢这些数据呢可以让我们找到这个全球的1000多万这个阿尔及利亚的侨民，这是非常有利的一个工具。这个呢比如另外呢我们收到的这个侨民的这个汇款呀，我们这个中央银行啊，我们的央行也使用这些个数据。另外呢我们还有啊每一年组织一次这个侨民的投资峰会，也是使用这些个数据。
另外呢，也帮助我们设立所谓的这个侨民信托基金啊等等。如果没有这样的这个数据的话，这我们这些工作是真的是没法进行的。我知道我们时间不多了，但是呢，我实在是想要说一下哈，即使是我们侨民的这个政策呢，其实它的建立呢，基本上也是以这个侨民的这种需求或者侨民的这个数量相关的数据的基础上来进行的。这个呢，只是就是我简短的发言。因为你们时间不多了啊，是是是，您说的非常好啊，您日卡的这个经验是非常重要的，确实啊，我们准备了一个非常非常繁重的议程啊，就是在这个峰会当中啊，今天呢只是我们的第一天，我们时间实在是太紧了哈、啊，但是呢，我是希望啊，我们不仅仅有相关的介绍，还有跟听众的这个互动当。互动，也就是说我们真是要听取大家的这个意见，我们当然也听到了政府的一些的工具啊等等，但是呢各国家的经验啊是非常的有价值的。您刚才谈到了您的国家呢非常重视这个方面的工作，就是说也就是说充分的利用这些数据，非常非常好 啊现在呀我只有两分钟了，这实在是太让人紧张了。但我们现在呢想要听一下听众的这个说法，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人力和文化资源等等，还有啊就是跟这个侨民的这个互动到底是怎么进行等等，这个呢也就是说所谓的这个人力和这个文化资源，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方面了哈。那么另外呢研究方面的这个作用是什么，也就是说这个学术制的研究啊对这个政治的战略有什么样的贡献。那么学术研究其实也就是这个在这个数据和政府之间呀建立起一定的关系，还有阿卡利亚呢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哈。啊，但是我们时间实在是不多了，哎呀我这个主持人实在是太糟糕了哈。那么好，那么确实啊关于这就是说这个工具箱啊还有你们讲我们刚才的这些发言呀、啊、我们还有相关的链接呀、啊、我们一定会发给大家的，还有我们这个会议的这个录音呀、啊、等等，还有啊关于这个工具箱啊，我们呢在这个峰会之后呢，我们看一下怎么样发给大家哈。这个呢，也就是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哈，能尽量的谈到各个方面，感谢大家哈，还有个亚美尼亚，还有黑山的政府的代表，还有每一个发言人，每一个听众。感谢大家，我呢欢迎大家参加我们接下来的这些会议，还比如说慈善呀，这是第三场，还有这个多样性呀等等。这个呢可能如果大家对于文化资源比较感兴趣的话，可能也可以参加这些会议哈。谢谢大家，好，感谢嘉宾哈。我那现在让你们来，我是非常的感谢你们哈，另外呢还有这个支持团队，还有那些翻译哈，感谢大家，你们祝你们一切顺利，啊，也期待着在其他的会议上再碰到大家，不管是今天还是下个星期一、星期二哈，好，大家再见了，谢谢大家。